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准备去地里面盖火。熊二家不是有几块地种了几层吗？然后几层倒是大个大个的，但没有水分，所以去浇水。马上要过年了，过年时间只有十几天了，去浇点水。过年时候插点果去拜年啊，然后到时候。有水分了，给大家分享我们这边的几层啊。我们家的几层地啊，离我们家有点远，从这里到我们家几层地要开车5分钟，差不多有2个公里左右，所以每次去盖火都得去开车啊，因为地不在附近啊。带你们去看看熊二家的几层地啊。但没有多少地，差不多全部扎下来的话，差不多有个400-500斤左右吧。走，去盖火啊，去浇水，准备出发去盖火，然后顺便扎点几层回来。小花要回娘家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如果现在不回的话，就没时间回娘家了。主要呢也要去扒梁山小弟啊，准备过年的柴火啊。好吧 ，Let's go。哇，这路边还有个主播在这里做直播，看。悬崖村现在变成了网红基地，怎么主播都来悬崖村？哇，今天的风景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啊！到了到了，我把车提好就去干活了，提在这个，提到这里。现在去河里面接水提水了，难怪找了好多遍水都没有找到。去河里面把水弄过来，然后浇点水，有水分了就好吃了。现在没有水分，哇塞，这个路走都走不了，看啊，看，来这个峡谷里接水。我们几层地就，终于把这个水给修好了。看，现在浇水也特别的轻松。带你们到下面去看一下，几成果啊？看几成果，一大个一大个的，哇！哇塞，都掉完了，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，都掉完了。哎呦，看下面全都是全部掉完了。哎，只有这边没有掉，其他的都掉完了。我把那个掉下来的捡回去吃啊。
时候呢，梁山小弟已经到了，然后刚刚我去几层地扎了几层。哎呦，看，全身都看扎实心的，我刚刚去修那个水管了。看，小花开始洗几层了。洗了会不会不甜了？不会。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吃几层，这些现在准备打包去梁山小弟那边啊。小花，我们一家都回娘家去帮忙帮梁山小弟砍柴，现在准备去泡个温泉，然后再送小花还有儿子啊回娘家去帮梁山小弟盖火啊。种了一棵树，这个温泉特别的烫。噔噔噔噔，悬崖村温泉到了。看，这样的温泉估计就很少。没有。大温泉，这个温泉每天的生意特别的好，每天收入能达到几千块钱。哎呀，哇塞，特别舒服。洗完澡了，马上就出发去梁山小弟那边了啊。今天我跟梁山小弟来泡温泉。泡一个温泉真特别的舒服，好久没有泡这个温泉了，还是这个温泉泡起舒服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走了，我们下去泡澡了。